好的，各位小老弟老铁们，跟大家好，我们这一集继续玩这个 Vanglory 哈。啊，一样玩机枪兵啊，好久没玩机枪兵了哈。最喜欢的还是机枪兵呢。来，我们出还是武器装吧。嗯哼，争夺战已开始。这一局的话，我守下路好了。对方不到达，对方有火龙仔啊，我们也有火龙仔啊。那对方有隐形的角色哈，比较麻烦了哈。而且他隐形的角色啊，就是哎呀火龙仔来了，他隐形的角色啊会可以全体偷矿哦。这个我们这个打野的啊，明明就有人过来，我叫他过来协防，他不要协防，好吧？那我这一局准备乱玩哈，很好哈，不顾哈，只顾自己贪哈，好。哦，对方是火龙仔啊，看到？那火龙仔就是很烦啊。哎，我们的火龙仔宰了一个人啊。这种火龙仔的对线哈不好打的原因就是他的距离很远啊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那个。他团战的时候，他有一招大火哦，他有一招大火会可以攻击范围很大、哦，挂掉了哈。我们买鞋子哈。不过我们一开始队友杀两个人了哈，不错了，杀了两个了，稳稳的来就好了哈。发挥不佳哈，不用道歉哈，发挥不佳，把他打回来就好了哈。Enemy hero killed。看这个火龙仔 ，double kill， double kill， 火龙仔很讨厌哦。范围很大哦。距离很远了哈、哦。哎呦，这个小兵就是哦，小兵他也会攻击，我们的小兵也会攻击，所以就是。有时候你在打到最后一集的时候，我们自己队的小兵会把你的钱打掉，所以这就是讨厌的地方。这一局呢，准备潜水好了，随便打了。回家，我打算都先买鞋子哈。才不会是陷阱吧？买鞋子啦哈！不要不要的，我的名字改成不要不要的了哈。因为你那个名字还是要改一下啊，不然有的那个乱玩了哈。干嘛？我敢想干嘛？那我们的机枪兵啊，他的移动啊，他的机枪的速度会提升，可是他会移动的速度会变慢了哈。所以就是比较容易被预测到啊。敌方有隐形的角色哦，好脆哦！对了对了，快走！不过整体而言，我们这一局的开局，哼，我们的队友蛮强的哈。会不会根本无用武之地啊？哈，看一下队友在打什么。哇，对方的隐形角色啊，对方有人投降了啦。对方有人离开了。对方有人离开，那我们就轻松打了哈。难得能遇到这种对方。离开的哈，不然之前几局打的都好辛苦哦。那这个他这个死掉，这个他已经离开了，所以是电脑在操控他的哈。电脑在操控的话都会送死的哈。看我们的队友越来越强喽。看一下，对吧？哦、天哪，队友势如破竹啊！降临，我猜他们应该会投降吧。哼 ，double kill， 应该会投降之类的。不要不要的，不要不要的。火龙仔跑去哪里了？火龙仔，我们的对线火龙仔不见了。火龙仔，你去哪里了？哇，对方一直挂，一直挂。火龙仔，你的队伍列出要帮你啊！不要不要的，哎，火龙仔你来了，火龙仔来了，
哎，怎么不能回去啊？买个机枪好了，迅捷火枪，毒蛇守卫面具。哎，时间磨蹭了。磨蹭啊！火龙仔，火龙仔，我来了，火龙仔。我就说这个啦，他的吐火，他吐火会有这个大范围的哈，那他到后期这个吐火会蛮强的哈，就是他会冲过来，然后吐大火哈，可以烧很多整个团队，他的那个面积很大了。嗯哼哼，不过呢，哎，我这边怎么一个眼插在这里啊？这不是我放的吧？不能接而且。哦、有十几个了，16-1。地雷摧毁。火龙仔很纳闷的火龙仔。憔悴。哇，火龙仔！火龙仔，你要跑去哪里？火龙仔，火龙仔，你要跑去哪里？火龙仔。他一定很纳闷，可怜的火龙仔就这样子被围攻到挂掉了。呜呼，轰掉你，轰轰轰轰轰轰轰，来吃你的小兵，吃你的小兵啊，可怜的孩子，来轰掉他，轰掉你的孩子，十位吧，轰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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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小火狼，你要干什么？小火狼，呜呼，快跑！了解，差点挂掉。火龙仔，来突破点，突破点 ，kill kill！ 哇，我们这个火龙打得不错呢，已经连载两个了呢。哇，对方会不会逆转啊？炮塔已被摧毁，不过我们还是稳扎稳打啊，我们不理他们啊。显然我们得意忘形的啦，太得意忘形，因为他们有那个隐形的角色，我说你这个没有，你没有视野，真的是不好打、喔。这个要来送死啊、喔！不过这个是一个花，这个叫花精啊，这个是他是来送死的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视野，我们没有那个视野。那如果你没有视野，你他这个这边也是隐形的角色，你会死啦，不要过去啦。不要过去啦，对方有隐形的角色。队友有点太得意忘形了。你看，我们其实没有很强哎，我们这一队没有很强。所以队友有点，我是觉得有点得意忘形了，我觉得这是有危险的。像我在打就会，你看，他们以为对方将会投降或者是可能放弃了，可是事实上有可能被逆转的哈、哦。对方的团战显然比我们好、哦，我们的都是蛮干的哈、哦，我们是蛮干的。哦，我们的团战可能队友比较不好，但是如果有我在里面的话，他们就会应该会很强。嗯哼哼，不管了，我们先买突破点了。对方还不投降呢哈，不投降是不是？一般而言呢、啊，像这样子、哦、他们队友有人放弃的话，一般都会投降了。但是我看他们明显的是不想投降了，或者是他们认为还有希望啊。我们队友可能又要挂了。我们这个团战哦，你看，这个团战打得很不好，这技术没有好玩的，死定了，细啊，细点啊，加细点啊，看一下，安静，哎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看一下这边。团战打得不是很好哈。
故意把那个留给他的，把那个树精留给他的。我们现在虽然是领先很多了，可是我们不要让队友觉得说好像赢了就随便，就让他们放弃了哈。你看这种被逆转也是有可能的，队友。嗯，这局的转播比较沉稳，比较乖巧，比较温和啊。炮塔已被摧毁，完了完了，好像有点会被逆转了、啊。还没有人要守下面呢，其实下面是我的啦，可是我已经上来帮忙了。好吧，我下来顾好了。有我在，你根本是攻不进来的啦。我在这边那么攻不进来，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眼了哈。没有眼的意思就是没有视野。你看这个造皮啊，这造皮也被阻塞了。哎，下方下方，我要去顾下面的。下面这只老鼠哦，尿气哦，一家尿气，他想要打我们下面的塔。好好打！上面打得很激烈啊。这边应该挂了，这边应该挂了。哎哎，挂了，看。那我们不管了，我们继续打我们的。28-9，这局轻松愉快了哈，轻松的打怪，轻轻松松的玩的哈，这一局啊。哇，队友死的这么难看哦！刚才那个一定是他用出那个隐形的招数哦。用出隐形的招数的话，就是对方可以全体都隐形了。那全体都隐形的话呢，他就可以去埋伏哈，埋伏我们的队友。那我们就会全军覆没。可是呢，我依旧还是很沉稳哦，就打自己的，不要管。因为我们现在领先很多啊，你没有必要去急着说要把他。哦，你看他们打团战其实是很团结的，他们打团战是比我们好的。我们是没有在打团战的，还有我没有参与啊，因为我都在顾我的塔而已。然后像这个很危险，我们这个没有，哦，你没有视野哦，他如果用隐形的话，全部冲过来你就死了。他的隐形的招数可以全体都隐形哦，他就冲过来你就完了。所以最好是要有视野哦。我叫他们别小心呗，你看他冲上去了。哇，穷铁啊，你看这穷铁啊。穷铁啊，你穷铁啊，你打穷铁啊。这个丢一个眼在这里，丢一个眼在这里。那就挂了吧。快跑快跑，没办法没办法，跑了跑了，不要激动了，你太激动啦，偷打一只怪啊，没时间磨蹭了，一样哈，赚钱先了哈，这边下面有钱了哈，这边疯掉疯掉疯掉，来受一点痛苦的滋味吧，这边又在打了，完了这边死了，你看他隐形，他全部人都隐形了，过来啊，而且他全部人隐形的时候会全部人都加速哦。所以他如果四个五个冲你一个人，你就死了。你太激动了。看一下哈，1350啊，差五十块哈。基本上他那个是自杀的，所以我也不想要太刻意啊。那个是已经没有人在玩了。然后埋一只哀伤之剑，埋一只哀伤之剑，打一下魔眼，魔眼一剑，蚂蚁突破魔眼，笨笨。那队友傻傻的，来宰这个了。
什么？冲进来干嘛？这都没有放眼，要怎么打？完了，队友要挂了哈！跟你预告，队友要挂了。我要挂了，真君覆没。全军覆没，队友现在，他们应该现在在打暗装，没关系啦，他们才四个哦，四打五应该还是不会赢的。我们先回去好了，重型钢剑，好买重型钢剑，会不会输啊？逆被逆转哦，35-16还输，这也没办法了吧？完了要挂了，队友挂了。退退退啦！我靠光了，让他们自己进来就好了。我还没准备，慢慢来。大家不打，不打团战。完了，有队友要挂了。哇，你这小怪干嘛？我这么强，你还敢冲过来？那就是花心怪了。我们队友其实没有很厉害呢，哼，完了要挂了，队友要挂了，队友要挂了，没有视野啊，没有视野啊，这只在跑，这只在干什么啊？小心要被攻啊，笑脸啊！躲在这边打这个小怪物好了，哎，我等哦，紧要关头，我等我来提灯，来提灯刷。电线啊！摧毁了哦！这一局我们转播的题目是什么？4-5还输哦？应该不会输吧？37-19还会输？你看这边被打得不要不要的，双方炮打去。他们这支哇，他们这越来越强了。这只越来越强了啊，这只越来越强了，但是我比他更强，他傻傻的、哦、我们被攻到塔里了，好惨哦。他们有一只那个兽人哦，很强哦，不过被我宰掉了。我现在的装已经很强了，他们再乱来会死得很快、哦、我这个装备他如果一靠近我会马上死掉、哦，这个装备哦，我们现在没有视野，摸门没有视野。还不打，还不打暗抓。过来就死了哈、哦，他只要一靠近我，他就得死了。他只要一过来就得死。那只牛人来了哈、哦，那只牛人要小心了哈、哦，不是牛人啊，怪物的哈、哦。一直要看你。我逃到另外一边了哈、哦。不用管他哈、哦，我们那个已经，我们的暗爪已经攻进去了，不理他了。你看他一靠近我就马上死了。那我现在用最发疯的出装哦，就是武器型的最强的阵，最强的攻击力哈。哦，牺牲这个，牺牲行动力哈。应该赢了啦，赢了啦，我们应该赢了。赢了赢了，应该是没救了，赢了。另类的获胜哈。那我也把魔力打掉。好吧，那这局就到这边啦，一样是，排名最好的啦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喽。